好，我们继续看比赛啊，现在看阿明能拿几个币啊，因为我的擂台赛很精彩，预言一下谁先到三吧。阿明的打法是比较稳的啊，跳抓，抓，哦哟，还好跳开了，反应很快哈，他知道这一波有可能被抓了啊。哦哟，跑抓，偷下盘没用。白切鸡三斤公文包，嗯，吃不了三斤，兄弟，公文包最多三两，半斤，半斤死人了，兄弟。这有不可防御波吗？哎，小心！直接射出去，好，远柱词，打一个币100啊，兄弟们！哎呦，这一波闪现直接抓到漂亮，死了！老二现在怎么打八神这么难呢？老是被八神这么搞。好，直接拽下来。哎，完了，这还好啊，他没有打一套啊，这才是有机会打晕的啊，如果距离再近一点。哎，闪错地方，抢阵啊，被受伤的还好，补上一脚。CD 刚完后 AB 哈，或者反摇 B 都可以震。虚晃一个，跳抓直接升掉。你，哥，你老是驴打滚干什么？表演杂技啊，真是啊！瘦身就是倒地的那一瞬间 AB 啊，兄弟们啊，这样的话可以快速起身，但是你的瘦身的话也容易被对手利用啊。瘦不瘦身这个东西反正都得看啊，都得临场发挥啊，临场应变。谢谢走错也是路啊，谢谢啊。好，跳爆炸，还有两下，想要打破防，发现没有出来。好，抓得不错，要抓，好晕了，可以。这一波不该再抢了呀，该防还得防啊，没办法，没有搏啊，没有搏中。想，其实想抢这一招也行，是吧？那关键是对手如果是直接跳校风，你就能抢到啊。下地抓。好，差一下有晕值哦，哎，也被刚掉，反刚回去啊，保持晕值，晕值没了，偷下盘，嗯，没有带住白光八字女啊，这是啊，很明显可以带必杀或者白光再必杀嘛，是吧？还不得废掉一个气，还浪费了一个时间。不要小看阿明的红丸，好跑抓，这波有空当啊，打一个收招，完，哎，抓了，哎呀，好招，好招，好招 ，AB 出来，对，
不要急，兄弟，我知道你有三个角色，不要急。你要送大气球来，送出来，兄弟。Round four, ready, go！ 不要急啊，不要小看阿明的红丸。哦呀，这么准，牛皮！还行哈，虚晃猜对手一 B， 猜中，拿一个 B， 优秀。给你们投票吧，兄弟们，有小礼物的，对吧？我投票。阿明十个 B， 是吧？用气球。那得看他有没有那个实力了啊。好，继续看吧。开局就想跑抓这么远，除非你二段抓，不然肯定不会傻站着让你来抓呀。我这也升楼啊，这什么鬼？他的逻辑是什么？闪身，哦呦，马上给跳啊！不跳就消风。我去，舒服。阿明是真敢升楼啊！谢谢老王砸卧铺啊，感谢。刚才还敢升楼，他是。一般这种升龙只能说他是在拆习惯的、啊、然后是在赌的是吧，升龙一般都是对空的。好，升龙，一声惨叫，应声倒地。Round four, ready, go！漂亮，这不知道他要再一次大跳压了哈。拉开距离。哦吼，赌中还行。我去。Round three, ready, go！刚，哇、哦、呀，三个气就这么没了。头上佛，漂亮。头上佛，不错。反超。打完阿明的话，还有八王，还有秦红，怎么不好看，兄弟？啊，霸王秦红都是看点呐、啊，咱们没得看，都是精彩高端局啊，这都是一线顶的玩家。羞羞，你说龙二嘛，立大门这阵容如何？这众人真不行啊，兄弟。这阵容的话，第一个，你人家一般都是两个大五强啊，你的阵容是两个小五强是吧？然后人家阵容一般都是从头到尾接气，你还不接气。然后人家都是有双神的，你一个神也没有，你一个龙二，而且龙二这个角色他入门的门槛很高，你要打到精通的话门槛也相当高，这个阵容你可以放弃掉了，兄弟啊！你三个角色能留的话，反正也只能留一个大门或者一个玛丽是吧？你一定要练双神啊！就八之后你起码得练两个角色，知道吗？你龙二、玛丽、大门
这三个角色可以弃掉两个，你起码得练两个。当然了，你说反正不求进步是吧，我就玩自己喜欢的角色，那也没毛病是吧，就看你的追求是什么。巴西猪是吧，还可以。声卡什么问题啊？可以啊，破阵，这个要化解掉对手的不可防御波。声卡有问题吗？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吧？谢谢 Ugly， 谢谢，谢谢上啊 E 上天的 D X Y 小小池的握，感谢大家。Round three, ready go。巴赫王怎么样？阿明给你打个样啊！阿明给你打个样，你巴赫王怎么样？现在你都有学习的榜样了，是不是？哼，你还用去问怎么样吗？以前人家可能不太相信是吧，巴赫王能够打到一线中以上啊，现在居然有一个巴赫王打到一线中以上啊，这个就是你学习的榜样。哦呵，住持被升龙打掉还行啊，辅中。七龙珠也不错啊，霸王给你打个样，霸王打对呀、啊。那是玛丽，龙二大门这种角色是真的感觉不好用，那就多加一点力回，好，这把下盘空了哈，直接死的，不用说的啊，直接死的啊。可以哈，输一分连追三分。七龙珠这种角色比较稳吧，比较龟吧，偏快打吧，偏就是偏防守反击型的，是吧？全攻型的就是巴赫马型的啊，有攻有防的就是巴珠门、巴珠赫。手机可以连接摇杆玩吗？可以啊，新正品可以的啊，可以的。想买摇杆的话可以来私信我啊，我给你发链接买摇杆啊，或者直接来买都可以啊。好，真是倒地，打一个正向，抓！哎呀，换了一些体位。哎，有运值还在，运值还在，继续跟上去。哎呀，运值没了，晕点没了啊！八门八和门有攻有防，对的对的。摇杆咋办？入门级的三百多啊，三百多。风八会传递的，我没玩风八分刀，下载之后有教程，对，可以啊，包你能玩啊，下就是买了摇杆包你能玩的啊。感谢汉博啊，谢谢风一样啊，摇杆到手包你能够玩啊，这个可以放心，私信我好吧，给你们发链接让你们去下单。行，升龙，好，死了。现在什么摇杆最好用？嗯，什么摇杆最好用？得按照你的习惯来，然后按照你的预算来啊，是吧？你预算多的话，是吧？直接上战神啊啊！直接上战神，预算多的话。液晶电视可以用，肯定是用电脑或者手机玩呢、啊。寄砖头可以啊，我会寄砖头的、啊。你如果需要砖头，我给你寄一台砖头啊，自己寄一块砖头。风类者刀山怎么预言？不能预言啊，别算不了。买个便宜的，就三百多的啊，酷冰是 R 三就可以了。好，这就是拍刀。你们要砖头都可以是吧，我可以直接给您寄砖头。偷下盘，哎呦还好没动。好，偷下盘，这一下再动。欢迎啊胖嘟嘟队长，欢迎加团。
哎呀，阿明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赢了一个币，输了五个币，什么东西啊？战况如何？看一下这边啊，写着呢啊，写着呢。后面的这个数字是他们打的币数啊。目前的话是小亚还有何俊打的最多，六个币。都不用口嗨，打完知道啊，打完才知道。哎呀，没抓出来，可惜了。这一波如果是被何老二抓的话，八成是被打晕的哈。现在会不会被反打晕呢？有没有机会？干完之后继续可以保持晕点的压制，好，抓到晕点消失。跳吸打点就是好啊，你就干不到。跳吸打点就是好，你动我就打你。偷下盘中了，死了。高手就是高手啊，就是要打晕打点要好。直播不挣钱啊，不挣钱，不能靠直播挣钱啊，靠直播挣不到钱，现在知道吧？半年前挣钱是可以的，礼物可以的，现在礼物很少的。好，跳鞋重拳必杀吗？我这必杀就是打晕值了哈，奔着晕值干。哦，可以化解掉了。晕值还在吗？占地吗？刚哦，闪身还行。晕值没有了。腰杆有没有连接电视的？有啊，有有啊。双人的就可以连接电视啊，不得我啊，你上网来。双人可以连接电视啊。哦，哎呀，还行啊，这波居然敢拖下盘，阿明没有跳击出来啊，就是。按的有点晚了，感觉。对，双人的可以啊，你上网来私聊我。便宜的话300多，不贵不贵，双人的两万多个游戏啊，四个人可以玩的。噔噔噔的习惯了。毛了，慢慢走过去。对了哈，慢慢走，不要跑。羞羞啊，龙二拼八神马，力打大猪，然后大门手里应该不差的。想是这么想的啊，没错。欢迎望川秋水猫猫，欢迎啊，感谢啊。你想的是很好啊，是吧？链接的话私聊我啊，私聊我，我给你发链接。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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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冲了，冲得越快死得越早。好，两个币，看看能不能再拿一币吧哈。和老二还剩29个币，亚王确实不行啊，亚王不行，没办法，打法不够力回，太偏进攻了，偏进攻死得越快。打一个币的话，尽管都是100块啊，兄弟们。兄弟们，要有遥感的私聊啊！哎呦，不是我不专心，是这个键盘有问题，我删掉删不掉。他这个键盘要激活一下，你按第一下他没有反应，他要按2下啊。这个键盘有 bug， 你知道吧？啊，这个键盘有 bug， 理解一下啊，兄弟们啊。哦呦，漂亮了！小跳太好了呀，刚好帮助下臂拉小风。Round two, ready go。对呀，一个币100块啊，总共赞助才4000块，啊5000块。行，等低吗？好抓，哎，扣下盘，来擦一下。哎呦，贴身不好，升龙啊，打不到的。反边引跳，你升龙打不到啊。
满地伤。老是想冲过去啊。好，多上佛阵。哎，多上佛阵。干完之后呢？干完之后呢？喂，还行啊，预判对手的后后，马上跑着，补一个，还是不躲？嘿，什么东西哟？这下肯定不能挣了，跳抓，哎呦，漂亮！哎，手伸，嘿嘿。阿明这把自己内心戏有点多了，以为和老二要剪了啊，没想到还是不剪，还是不剪。反不了的啊，又没有能量，而且阿明又稳，我就抓不到他。好，这边直接洗头，没用，可以再追一分。啊，慢慢来啊！就抓了，好，抓到。漂亮，单点确认啊，还行。他有葵花宝典是吧？你有吧，是吧？他应该没切啊，应该没切，你去叫他切吧，好不好？你去叫他切。戏里要吃屎是吧？要吸的还是要抽的？泡一个，哦，也升龙也行。好晕了，哥们儿，给我屎！好，结束了啊，这个是谁？